首先，今天照阳队打得非常好吧？他们这个上一场之后，他们变化很多。作为我们来说，其实刚开始，没有上一场开场打得那么顺吧，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，但是还好最后大家也都挺过来了。对。你队的一个有一个进攻，在抢了一个篮板，然后一下就稳住了浙江的一个攻击。不过当时你是什么样的心情？没有什么，就是一贯这个就是我特点嘛，就是继续去保持住，发挥出我自己的特点，能够帮助到球队。对。那球队现在晋级到决赛了，这决赛我们期待。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总决赛吧，希望第一次有一个美好的结果。另外，对手是广东队，他们打法也都非常成熟，我们还要去立足于去拼他们，全力准备好后面总决赛吧。可能去年在总决赛跟广东队会有一些遗憾，今年会不会不想留恋？对，大家首先，这场球的话，因为谁站在这个最后的舞台上，都想去最后去夺那冠军。作为我自己来说，我其实没什么压力。我第一年打的话，打好打不好，其实也不用去考虑太多，只要做好总决赛的一些攻防体系，做好去拼对方，我觉得就没问题。